他根本就不是你的男朋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穆小年都告诉我了，说你俩是假扮的，你可真行啊，夏浅，你居然敢骗我！我养你这么多年就这么对待我？哎呦我的妈！ 是啊，我之前是瞒着你的，是骗了你，但我现在爱上他了，这人明就是我男朋友。OK。把话说清楚，你别想走。 那种放了慢慢的音乐，相爱相杀。大结局就是我们成为了好朋友，现在这个。OK， 干嘛呢？这意思。来，到边儿来，这儿擦一下。来那边，正面上擦一下，好的，拍了，挺好啊，是这意思。